池荒唐言，欲罢心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据说这是一个刻在石头上的故事，由于岁月的剥蚀，朝代纪年地域邦国都已经失落无考了。石上纪云，当日有两位神仙，时而屏风遨游，时而高谈快论，来往于仙山缥缈之间，说这些真假有无之事。一日，他们偶从大荒山无际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将女娲补天妻儿未用的一块顽石携入红尘，历尽了人间的离合悲欢，炎凉世态。这两位神仙换成赖头和尚、跛足道人，疯疯癫癫，挥霍谈笑着入室。这个令人荡气回肠、撕心裂肺的故事，就从这里开始了。